来生做一半期，点点做你的记忆，爱你的心也过爱一世。你看，就像做的呢。嗯，你也拢无笑啦。来啦，搁一张啦，爱笑哦。好。笑。笑。一二三，笑。看没哈？对嘛，阿你唔才对。你看妹妹有够水无？哈，够水哈。嗯。唉，有一寡物件哦，用相机哦，引起落起来啦。要唔过，人现在感觉。唔知一天一天消失去未？过路不讲啥啦。金明，你看我。我爱你，会记我即摆模样，真爱的身材，你一定要永远会记了。不管以后我是不是啥物拢无啊。我爱你，永远会记即摆的感觉。你放心啦，你是我的太太，是我生命中上重要的人，我这世人绝对袂甲你放袂记。真实了？当然是真实。手术了，不管你外表有什么改变，你永远是我的水母。神经啊，念一半变贵啊啦吼！啊，这观音妈吼，啊也啊真慈悲啦，以后绝对哦会保庇啊，平安无代志啦吼。爸，多谢你。哎呦，你哦，我安尼讲啦，阿爸哦该做啊拢已经做啊，刷下去哦，即马都要靠你家己啦。你都会记吼，你哦真欠卡，啊无人是安来叫你三百欠啊哈！啊你哦一定要较勇敢哈，爱改变，唔能输哦。我知影。也够有啦，你哦也够有妹妹啊，也够有爸爸的照顾哈啊，所以哦，无论怎样啊，你绝对哦都要安尼改变彻底啦哈。爸，你放心啦，我一定友好你个百万二楼。啊，真好真好啊！爸有你这遐尔勇敢的查某囝，我真正啦真欢喜，我足满足的啦。歹势，阮即摆要去边啊？哦，慧君。
你什么都唔能惊，我伫外口等你哦。接下你去啊，啊，真正哦，等下那客厅公别安尼发落来，哎呦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哎呦，古观音嘛，啊你安尼保庇吼，啊保庇我那咧围困啊，会当安尼平安无代志啦，啊那无哦，都无采讲我咧昨暗归暗拢无困，安尼伊家念念到下早起呢哦，你安保庇哦，拜托。哎，坐过去。哎，医生嘛，啊我是这罗围困的爸爸啦吼，啊阮早起哦平常时哦足爱睡的呀。我拜托讲哦，啊你安尼开刀开几个了吼，啊那你甲天的时哦，给我拜托，甲天一个较水嘞吼。你放心啦。啊，多谢多谢。坐下哦。不是。慧君啊，你今麦感觉安怎？我不要紧啦。哎呀，啊！但你倒下倒去，起来要创啥啦？但这也不是外人啊。安怎？会去听信？我来叫医生啦。变啦，我不要紧啦。哼，你的个性哦，就是安尼，做安尼坚强啊。啊，什么代志都唔愿认输。啊，你若证明听你爱啥嘛，无要紧啊，阮大家也袂甲伊笑。我对面倒一车，你搁念。哎呦，我也是咧唔甘你啦，你当作我遐尼爱念嘛。慧君啊，恭喜你安尼手术成功啦。保庇啦，哎，佛祖应该拢有收到啦，啊，我念的遐有经哦，拢回向给你呢。是啦，人医生有讲哦，啊，你若好好休困，空嘴吼莫感染，真紧就会出院转去啊啦。爸妈。啊，金哥。哎，金哥，你来啊。大嫂。大嫂。认识你哦。好，真好，多谢你。对啦对啦，无啥物代志啦，哈，原阮查囝爬你遐尼啊重，啊命格阁遐尼啊勇哦，迄讲只歹听，迄若啥物敢拄着伊哦，拢过嘛咧闪啊远。对。你是医生的功劳呢，甲我啥物关系啊？安尼啦，啊，当即摆你有看哦，啊，既然甲我咧应出应进哦，即个表示讲哦，无代志啊啦。安尼我就放心啊，林辉哦是烦恼规工诶。今天无来看吼，暗时一定困袂去。对了妈，你拄则讲，医生讲我前几日用出院啊，啊前几日是几工啊？哦，无敢问呢。啊，有啥物代志吼，叫建明去处理就好啊，你莫遐着急啦。对了对了，啊那正经那无用哦，啊我嘛跳来斗三工啦。你干了要白粽？我养家粽啊。讲较轻松，我伫这要教安尼。阿妈哦，爱白粽，阿哥爱顾妹妹，阿哥爱去店的无用，我今日无用袂过来啦。哎呦，啊你这手术完都想到遐去，啊无人斗三工，白较少的啊。你哦，莫想遐济啦哈。是安尼啦。啊，当年哦，你厝边隔壁搁亲戚朋友，拢嘛来等咱包个粽呢。包伤少对人歹势啦。干明啊，你替我问看卖哦，我当时用出院好无？大嫂，你安心静养啦，我等你到三更啊。大家哦，会等你回来吃粽，好。
好嘞。那你话回军啊，都啊手术过呢，啊休困啊，咱大家安尼一句来一句去，是要安那休困啊？啊，无咱先等下啦。啊，对啊，亲戚安尼讲啊，对啦。迄一间啊，尔安尼人安尼，规拢挤个热车哦，啊，安尼空气嘛不好啦。啊，亲戚亲，啊无安尼啦，恁先等休困啊。啊，查囡我啦，我老担遮顾着啊啦，吼。哎呦，亲戚啊，啊你嘛无闲规工啊。我看吼，你也等于休困啦，只好见面甲照顾就好啦。啊，是安尼讲嘛对啦吼，啊照顾太太哦，啊这是做翁婿责任啦。慧君啊，啊你哦若是倒样无爽快哦，啊你着赶紧甲建明讲嘞，知无啦？我知啦，你赶紧等于休困哈，你好好静养哦。好，拜拜。好了，早日康复哦哈。多谢。对啦，建明啊，啊，若是有啥物代志哦，得记呢，啊，随拍电话给我哈。我知啦，爸，你等休困啦。慧君啊，啊，若无代无志哦，你是毋我咧背脚拍拍走呢哈？就可以，还有啊，又困了哈。你是嘛放心嘛吼，我唔是跟你讲过啊，手术吼一定要真成功诶，吼，你唔是平安无代志啊？建明，你去替我问医生看卖，我到底当时用睡眠无？你唔免问啦，医生自然甲咱讲啦，哈。我着较急性啦，啊，我着较清楚哟，安尼我嘛才知影通好安排个计时间啊。你袂去哦，安尼我来去。哎，我来问。好，我休困啊。是来替姨妈讨公道啊！妈，咱母仔囝相依为命三十年，从咱妈开过营长，甲一生五年，啊，从咱妈接受过伊的任何帮助，伊迄宝贝查埔囝是有甚物立场来甲咱讨公道？真正有够好笑！我想哦，可能伊根本就无了解阮顶一代冤冤冤冤，但是卖计较较济啦吼。我这病都甲伊计较啦。会掉，我会甲伊讲明啊，叫伊转去甲伊爸爸管拢好，莫过来找咱母仔囝高高低。会滴，我永远无可能甲伊相认啊。以后大家若是路头路尾撞到，就当作无识识啊。会啦，啊会滴哦，咱就甲因拢莫阁有任何交叉，安就好啊。妈，这口气你吞得落，我是吞袂落呢。是。我绝对无可能让张经理这样亏我，伊辜负你一世人，这口怨气我一定要给他吐。安琪，晚安。对啊，伊即逝出去遮尼久，爸爸当然会想你啊。
我是讲你另外一个查某囝。我去找过刘安琪啊，伊有寄一句话要转来给你，伊希望你莫阁去找伊啊。伊无想要阁甲咱张家有任何的牵连。你真是这么爱刘安琪的妈妈？爱到连妈三十年来对你的付出，你拢会用等一边？你不了解爸爸的苦衷。那安尼，你就讲给我听啊。甲刘安琪的妈妈熟识，你妈妈做是第三者。后来，伊说个，甲我甲刘安琪妈妈分开，搁再加上时代压力，最后我才娶你妈妈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你的心肝内敢那刘安琪的妈妈一个人？无论安怎，爸爸还是爱你。而且我嘛认定，你妈妈是我这世人唯一的太太。但过，爸爸希望你会当体谅我即卖的感受甲心情。我甲安琪分开三十年，我欠伊的太侪啊。我若是啥物拢无做，你咪感觉我这个做爸爸的伤过无情啊，对不？拄到这款代志，我甘愿爸较无情的，甘愿爸对妈较好嘞，嘛无爱你把感情拢放在那对母仔囝的身上。爸爸甲你挂保证，我绝对袂阁甲安琪的妈妈有任何感情上的往来。只是想要弥补对伊母仔囝这么多年的亏欠。也毋过，人母仔囝都无想要甲你相认，你何必就去勉强啦？应该爱做的代志，我嘛是爱去做。就算讲你有心想要做，人无一定会接受。而且，不管当初你是先甲谁熟识，妈妈，这是你明媒正娶的某。你反背这段婚姻，对妈的伤害有偌大，你知无？你上应该弥补的人是妈才对。志伯，当掉啊，当掉啊！唔知影为了叫我掉无？啊，没没没，什么代志？啊，是安尼啦。因为你有答应跟苏冠霖合作商量过这个 case， 我甲伊所写计划书真详细看过啊，内面有几啊条我认为并无妥当，所以我重新写一份适合双方的计划书，麻烦你当场你看一下。好，林永志，阿弟啊，俊阳，甲你介绍一下，这就是我查某囝文玲，伊拄个国外转来。大小姐你好。你好。伫个公司，我是客户经理，算起来是你的部署，所以你唔要遐尼客气。春贤啊，文玲的个性啊，是公司分得真清楚，以后伊会好好配合你。就给你，要请你多多指教。都甲你讲唔要遐尼客气啊，你的资历甲经验，拢是我来甲你学的。对啊，你两个要互相斗相共，以后想点假的计划，都互你两个去处理哦。当掉，用心，绝对无问题。好，文玲啊，这份契约书就交予你甲俊贤，互恁去处理。那我先来开会。好。爸，拄则我甲你讲的话，你要好好想清楚。
杨特助，即阵啊，阮厝内面有一挂私人的代志要处理，阮爸的压力有较大，公司的代志都要麻烦你哦。你莫安尼讲啦，其实公司生意已经真稳定，除了商店街这个 case 以外，啊，唔知道当场是咪甲你讨论过？其实我实在想哦，是安当场一定要甲苏冠霖，还佮刘安琪合作咧。既然你是阮爸的新爸，就无甚物好隐瞒的。其实，刘安琪是阮爸伫外口生的查某囝。我嘛是这边回国，才知影这件代志。原来是安尼，不过当初会做这个决定，迄刘安琪，伊敢知影甲当初有关系？伊已经知啊。照理讲，咱应该毋得所关联。啊，不过即马甲刘安琪能合作伙，以后咱两个真歹做代志。我嘛是真烦恼。要不过，既然阮爸把商店计交予咱两个人，我会想尽办法去克服。嘛，袂因为刘安琪的关系，就拍歹商店计的计划。杨特助。我甲苏宽林所当的，算讲有淡薄交情，这份客户书，都交予我去甲伊处理，好不好？杨俊贤愈来愈干巧啊，合约的内容改甲安尼，我根本无法度占领的办理。所长、处长，新的客户书你拢看过啊？敢有啥物问题？既然你无问题，我当然无意见，就请恁公司意思去做。多谢你卖我这个面子。莫安尼讲啊，大家拢是好朋友，无需要这样见我。啊，不过有一件代志，我一定要先讲明。我甲杨俊的过去有一寡恩怨，若方便，希望以后由你出面来跟我讲，安尼大家才会用个心平气和作为谈资，你讲是不是？既然所长处长有这方面的顾虑，我这边会尽量配合。也不过，伫合作进程，我嘛有一件代志想要甲你参详。听讲。听讲刘安琪今麦甲你斗阵咧做代志，安琪的代志你拢已经知影。我甲伊见过一摆面啊，嘛是有淡薄仔冲突，所以无方便甲伊计较。安尼拄好啊，以后这个开发案就咱两个做代表，直接沟通，无需要经过第三者，才袂影响到计划进行。就安尼决定。就安尼决定。阿哥，你拄只讲刘安琪，有一句话我唔知道是毋是应该讲。什么话？我甲伊合作有一段时间啊，我比你较了解伊。其实安琪是一个真好斗阵的人。你甲我讲这是要创啥？我也了解你的立场，不过不管怎，你也是有血缘关系亲姊妹啊。假使恁之间有心误会，我愿意做公亲替恁化解。我甲伊无什么误会，将来也袂有什么交叉。不过张董事长面对这款代志，应该真为难了。你也是替恁爸爸小想一下。假使你甲安琪若是会好来好去，恁爸爸应该真难为才对。多谢你的关心。哎呀，这是账给我们的阿铁的。哎呦，你无看你无用哦，底下啦，家己摕啦。好啦。妈，妈，我回来了。妈。
你看爸，弄你阿爸爸走，不管我他都找不来了。妈，大兄嘞，昨暗哦，都去病院白回滚啦，啊，到今嘛还袂转来嘞。是哦，哎，大兄这个啊，真正足用心咧照顾大嫂的。当然咯，某家姐当然好啊，疼惜啊。就算讲两个某吼，同款爱疼惜啦，手心手背都是肉啦，吼。好啊，好啊，卖点遐练啦，看迄烟枪吹得安怎啦。哦。这十多年来哦，逐摆那五日节，拢回滚伫家斗三工。今年哦，伊煞倒伫病院。准讲会当出院，问那什么时阵才有法度恢复？妈，你放心啦，等大嫂这届哦平安出院都回来了，咱就用做过节啦，对不？对啦对啦，安尼想哦，都心情较开啦。爸，勉强啊，水也差不多安尼。好啦好啦好啦，提过来啦，提过来。来。哎，是你哦，秀秀秀秀秀，来。爸，我想讲吼，三宝这名吼，感觉足福气的，所以咱这吼肉粽啊，叫做三宝粽，你看安怎？嘿嘿，够你又该安尼转转转啦。嗯，我跟你妈当然说，我这长辈家好做三宝粽。真是来假啊！对啊对啊。哎，林伟，你看，我这囝婿吼做足成功的对无？你咧睡眠啦你啊！你知影啥物叫做三宝粽无啊？三宝粽吼，就是内面包三行。小弟，阿你边讲？我有看卖吼，三宝吼可能就第一宝，有烟打吊人把亲手烙的庞董王猪脚；第二宝吼，就是由阮水某卖烟枪；第三宝可能是迄个亲家大姨卖这個。妈妈烧鸡，对，无唔对啦，无唔对。赞哦，肉粽内底有三种无同款口味的香肠吼，真正好人食哦，叭叭叭，搁脆笑嘛笑嘞，哦。对啦对啦，到时哦，啊亲家孙大甲叫过来，做伙来庆祝回军啊出院啦。对对对。以后吼，我自我介绍人讲吼，小弟啊，三宝就是三宝饭、三宝饼、三宝糊，啊个三宝粽的王三宝啦，哦。无好笑。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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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替堂堂欠一挂教育费，让伊以后会用出国留学，然后去欠一挂钱买一间厝。等堂堂伊若大汉，太大汉时阵，我就要甲伊接过来，我做伙住。你的心愿真简单，我来替你完成。你是我的人，我每一间啊厝送，这嘛是应当的。前两天啊，我有经过一个工地，地点袂歹，我相信厝应该起来真好。过两天啊，我带你来看艺术屋，你若是有介意，我买一间啊给你。袂用你啦，一间厝遐尼贵，我承受袂起。哼哼，今日毋是惊我离开你，啊，我买一间啊就送你，这咪拄啊好。我干嘛为你？我嘛不爱出，这你放心啦，你一定有我，也够有出。你想哪里哭？无啦，我是感觉我这世人，从来都无人对我安尼好。今麦你对我尼好，我实在足感动。啊，我有请求你，是要请求什么人 ？Kelly 啊，只要你一直表现这么好，我会请求你一世人，嗯。
来啊，人来。老邓，欢迎欢迎。像像。哎。老邓，这边请。样品有在内底啦，看是要平数较大诶，还是楼中楼，阮拢有啦。啊，这边请。啊。老师啊，再过来找我吼。这个开发案是为收观音那边抢过来，即马开始预售。预售的情形安怎？未歹，所以已经开工啊。其实我已经开始规划，这个 case 第二期的工程。我看这总价比在地行情较低，安尼当然会较好卖啦。也毋过，咱的成本嘞，敢算会好？你讲我拢考虑过，本来会当卖较俗的，啊，毋过因为董事长叫冤家甲收款，然后材料设备拢买倒转来，所以成本拿袂落来，我也无多。这件代志我知影，若毋是因为安琪，阮爸爸无可能对收款你这么仁慈。是啊。后来我才知影，因为安琪是当初有亲生查某囝，安琪把所有财产都投注落去，当初就为了弥补伊的损失，才去抵应着收款人的消停。这嘛是无法度的代志。安琪毋捌得到阮爸的照顾，阮爸即摆安尼弥补伊，嘛是应该。知影老邓讲的样品有了，感觉安怎？我是感觉迄间小平墅也袂歹。无啦，迄间小平墅的哦，较无气派。咱看迄间哦，平数较侪，较大间，住来毋知爽快。嗯。哦，迄间罗中楼是一栋景观上好的，而且还有空中花园。哦，安尼啊。嗯。稍等。那是王总的，我就会进来。嗯。这边的代志就麻烦你啊！我搁有代志，我先来无用。我送你。好，我帮你介绍，那是阮经理。经理，经理，我帮你介绍。这位是，我跟你熟识。这拄啊好，这个建案是你咧负责。董事长，你知无？这个建案是俊仁负责的呢。真实的哦。嗯。哇，俊仁，我才要甲你学学了，你这栋厝啊，规划了袂歹，我想要买一间给你。是啦，俊仁，凭咱过去的交情，你应该会算我较熟的人。虽然讲，这不是我家己开钱买买，是董事长要送我，也毋过我嘛着爱替伊较省的，你讲对无？钱的无问题啦，我是爱所在宽，阿要客气大，三个是啊，我咪来就对。但是我要住，凊彩拢会用你啦。啊，可是若是你要住，这品质都要真讲究啊，才会符合你的身份地位嘛。好啦好啦，你若欢喜哦。咱就用啊高级的建材，我努力法国进口的高级建材，有专员为你们解说。好啊，最后这个 case 是你负责的，那你以后我就会定定来看进度。这时间品质若是无好有问题，我是会来找你的。哎，对了，主任嘛，工人刚刚从客户室哦上来我办公室，哈。啊，永丰你，你若无代志吼，我咪来走啊。嗯，这边请。嗯嗯。好，这边请。你那必干呢？
您蛋糕，稍等一下哦。谢谢您的发票，谢谢光临。老板，帮你加水，马上来。小姐，小姐，嗯，两个被卡住了。稳住不？不，送小妹收哈。啊，恁家吃的物件，送一个。啊，不要紧啦，送阮食食就好啊。歹势嘞。不，上个歹势。歹势嘞，谢光临。你是安怎？过来烦恼东东哦，这行拢一直无让我甲东东见面，我足惊伊家超出国的。估计报警好啊，虽然伊是东东的亲生爸爸，不过你才是东东合法的监护人。伊无经过你的同意，就把东东带走，而且佫无让恁见面，这个绑架有啥物无共款的？来一定要报警，这哪违反你的权利啊？不过我怕报警会刺激到志豪，啊，到时阵伊若是真正把东带出国，文心小三，你到底把东带去倒位去啦？你才告诉伊，你给我按时回加油啊！你放心啦，我拢有吼准时加油啊。好，我以后爱休困啊。该注意啊，我让我注意啦。东东嘞，我没有东东恭维啦。大姐，报告，他没跟你恭维。喂，东东，东东，你可以到位，阿弟刚加油啊。好，有吃就好哈。东东，你等一下。我那叔叔要跟你讲话吼，东东哦，你等位，文杰叔叔跟妈妈来抓你好不好？咩啦，文杰叔叔，爸爸讲哦，伊会带我出去佚佗。好，讲，爸爸。哎，文杰，哎，东东哦，我虽然是条件怀疑，但是。志豪，我拜托你，好好甲东东见面，好不好？我好甲伊分开遐尼久，我足想伊啦。好，没问题。再见。伊刚讲东东在位啊。我即摆要去见东东啊。我袂做去啊。袂用啦，志豪讲哦，跟老姐人去就好啊。我若是无去，伊根本无可能东东嫌我哩啊。你别烦恼啦，志豪个性我最了解啊，我家己去就好，安尼固定吼，小姐。小姐。
赶紧啦，我当做东东的家教啊。你当东东啊，搁陪我几工，那无几工搁在学校，也无一定会当学着物件啊。你要公司，我有一件事要跟你报告。你在看我细汉时阵的相片啊？你感觉这是你细汉时阵的相片？敢不是？这是安琪细汉时阵的相片。相片的时阵，就感觉甲你作相的，无怪啊，恁两个是姊妹啊。爸，我毋是袂当体会你即摆的感受，也毋过你敢有想过，你若坚持要照顾因母仔囝，安尼会伤着我的心。手心手盘拢是肉。爸爸哪有可能为着保障安琪，去伤害着咱爸仔的感情呢？来生做一半戏，点点做你。